套上泡泡球，准备上场较劲喽。真的好玩，别于一般单纯的球类运动，老师设计不同游戏融入教学，让孩子们运动健身。用那个泡泡球是一个防护罩的概念啊，那他们这样子互相碰撞的时候，那个泡泡球还可以保护他们，他们就不会受伤这样子。然后也有一个就是他们也可以当作守门员，他们就是负责泡泡球的人可以到守门员那边，他的体积范围比较大，他就可以守护的比较多。很好玩呢，因为踢足球我来不及，很热，好玩。像这个比较好玩，有趣。泡泡球有大有小，感谢企业赞助，让孩子体验到不同的运动乐趣。非常开心啊，我的好朋友呢，赠送我这个非常好玩的这个泡泡球哈，那让孩子呢有不同的体验，你看这个多好玩啊啊，然后在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一个操场上，大家呢有阳光下奔跑，然后不怕碰撞啊，那也增加多的一个乐趣哈，你看连我自己都想玩了。不止泡泡球，跟着校长进入创客教室，一箱箱刚到学校崭新的笔电正等待验收。感谢企业的爱心，让小校的孩子拥有不同的学习资源，迈向全世界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